坐着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坐着。卡 ，OK， 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杰，然后这次在《我的心理学院》里饰演的是莫雪这个角色。然后莫雪这个角色的性格其实是一个非常 man， 然后非常男孩子，神经又特别大条的一个女生。